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男性糊涂今日 ATTSHOWBOX 举办 MAKEIT Real 可以休演唱会，没架子的他在台上被歌迷这样说，你一年前比较瘦，让糊涂不甘示弱的反击大喊，你也比较瘦啊，逗趣对话笑发全场。曾闹出结婚的绯闻女友大圆也发现偷偷现身为谷谷打气，整场活动谷谷聊内聊不停，几次下台冲进粉丝群中击掌互动，发现鞋带松掉后更只求现场粉丝帮忙绑鞋带，少女歌迷笑说我怕你跌倒主动帮他把两脚鞋带都绑好，让其他粉丝直呼羡慕。演唱会的安可曲谷谷特别邀请七日同时 MP 魔幻力量的战友婷婷助阵，也是 MP 魔幻力量去年11月正式解散后两人首度同台并演唱我是谁我还是爱住你，让粉丝嗨到不行。谷谷演唱会婷婷所担任嘉宾，记者潘少棠社谷谷演唱会，记者潘少棠社谷谷演唱会，大圆记者潘少棠社。